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查尔人。那这里呢是这个菊野家，原本的话它在这个园林里面哦，那现在搬过来普星这边，这边的话空间更大了，更舒服了。这里有樱木花道，这是真的玩偶，真的很高哦，不过头很小。然后还有可达鸭，位置的话也变更多了。啊？这里真的很酷哎，很舒服。后面不能过去。好，哇，这个是什么琥珀穿的记，这个是神隐少女的那个，神隐少女，对，好酷哦，天啊，好棒哦，各位朋友，你们有空可以来这边走一走啊，冰淇淋好吃，对，然后这里很适合拍照打卡。